再次感谢您选择长途班机，祝您在东京能有个美好的一天。中华队加油，谢谢。中华队加油。我平常会说欢迎大家搭乘长荣的班机前往东京，那我今天改口，欢迎大家搭乘长荣的班机就一起前进东京。机长，请问您今天是这个球迷嘛？特别在开飞机跟要落地之前，您都有为中华队来加油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呢？一定要的，而且这一次在台北大巨蛋，我看了三场都赢。昨天晚上古巴站看完，赶快回家睡觉，然后上来直飞这个航班。可惜早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到明天就要回台北了啊，我所以应该就只能在电视帮中华队加油。所以我在广播的时候特别最后也再继续帮中华队加油，然后由我们在的球迷把我的祝福带给中华队。我有看到您是有特别准备中华队的东西哦，您说你虽然没有办法去，但是还是有特别准备的。 对，我都带在我的飞行箱里面以备不时之需。你准备了什么啊？我有国旗，小国旗，然后中华队的帽子随时带着。第一次东京，位置在东京巨蛋的西南方大概200海里左右，续航在39000英尺。再过10分钟，机长开始下降高度。机长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，时间是中午的12:55，已经准时抵达。台湾跟日本有1小时的时差，现在日本当地时间是中午的12:15。机场目前的天气是晴朗的好天气，气温摄氏11度。再次感谢您选择长途班机，祝您在东京能有个美好的一天。中华队加油，谢谢。